我们这是保利香港的春拍，总共有9个专场，1200件的瑰丽珍品。那我们这一次当然有几件重点的拍品啊、比方说我身后的 Nara， 那这是 Nara 致敬Michael Jackson 的一件作品。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次有李希特的作品，那还有一件红色的南瓜，是个大尺幅的。那珠宝部门的话，有一个满绿的手镯，那我相信都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佳作。随着香港的 M 家的活动的举办，那故宫的开幕，那都带动了大家对于艺术这个行业的关注。随着开关，那我们看到整个香港艺术周，整个香港市场艺术市场的活力，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客人迫不及待的到香港来参与这些盛事。那在我们这次的拍卖过程当中，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人流的回笼，那所以我们相信这次拍卖会取得很好的成绩。保利香港中国书画部此次春拍共征集到作品300余件，其中包括张大千、徐悲鸿、吴冠中、齐白石。比如说我身后这件就是我们这次的重点拍品，这是吴冠中的高树雪山。另外前面我们也有看到了另外一件，就是徐悲鸿的雄狮图。那我们这些作品的来源呢，包括了亚洲、北美、太平洋等多个区域的国家。